乔的角色，我觉得代表的是一个小我跟一个大我。我们人都有自私的人性部分，但我们也有一个地方充满神性。我们这个小我的部分会嫉妒，会愤怒，会讨好，会谄媚，会奉迎，会消失。但是那个大我的部分会一直告诉那个小我部分，你一定要强大起来，你一定要活出自己的光彩。所以宋乔这个角色，我觉得代表就是我，我对我的执着。你把男人都宠坏了，我愿意宠他。其实 Candy 是女王当中最傻的，她是为爱情是近乎犯贱式的去付出。她是三个女生里面最敢爱、最敢恨，她毫不掩藏她自己的爱恨。我觉得这部电影，她在灌输一个女生的观念，叫做你要爱自己。当你开始懂得爱自己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去爱你的生活，爱你身边的人。Tina 是一个很独立、很成功、很孤傲的一个现代女性，她看得很穿，她也不需要男人。但事实上，他又是特别渴望被爱和爱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会让你错失一些东西，这就是你的人生沉淀，这就是你的人生故事。我觉得这个电影是让大家寻找自我的电影。我觉得很幸福遇到这个团队。好，好，来，走。我的确是用我过去所有的青春写了这个剧本，拍成了我自己的自青春。